Forme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Leung Chun-ying has hailed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25 years as sound, viable and vibrant. Leung, who is also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ade the remarks in an interview with Xinhua.同时呢是有生命力的。爱国者治港啊，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在香港治港人必须是爱国者。过去有一段时间呢，由于这个选举制度的不完善，所以选出来的我刚才说的这个立法会、选委员会，还有区议会的议员呢，不完全是爱国者。 其中一个体现呢，就是有一部分，这些港人呢，跑到国外，要求外国政府制裁香港，所以呢，我们有了完善选举制度，我们确保，治港的都是爱国者，我们提供个安稳的环境，让本地的、内地的，还有国外的投资者，放心。 就有了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之后，行政立法关系呢，我相信会更为畅顺，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更加积极主动涌入国家发展局，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国家发展起来了，那香港，各行各业，香港年轻人呢，在我们国家发展好的情况底下呢，跨过深圳河就有个更大的个人事业发展的舞台。